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嘴巴在面相中主管一个人的食度与财力等，在相学中有嘴大吃四方，但并不是说嘴巴越大越好，一定大而有收才行，否则日后就算是赚的钱再多也是无济于事，存不钱。大而无收的人整日喜欢说大话，爱在背后搬弄是非，嘴里边就没有实话，喜欢靠耍小聪明赚钱，注定一定是小打小闹，成不了大气候，再精明算计也是白搭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